新年快樂，祝大家新一年平平安安，歡迎大家收睇 Big Feel 我撐港超聯精華節目，我聽日滾情。今集咧同大家重温兩場精英杯同埋兩場第九周聯賽賽事。我踏入新一年咧，唔少球隊都有動作，咁去應付嚟緊嘅賽事噶，大家記住留意啦。唔講咁多，即刻去片。精英杯 B 组分组赛在元朗大球场上演，新界打比，由佳联元朗出战和富大埔。赛前位于小组次席的佳联元朗，如果赢波的话就可以暂时升上榜首啦。四分钟就打开纪录了噃，由米基尔接应长传一顶入网，为呢场入球 show 揭开序幕啊！但系领先优势仅仅维持咗四分钟，就被和富大埔追平啦。金文基接应角球扭两扭之后，劲射挂网波，八分钟啫，追成一比一平手啦。元朗去到35分钟咧，再次领先。黎厚熙右路角球开出，米基尔把握解围唔远之后，一个抽射帮橙三军领先2-1，完上半场。你以为上半场有啲平淡，去到下半场先系气郁啊！换面之后，元朗继续控制战局嘅，去到53分钟仲搏到12码添。由米基尔操刀嘅12码起脚中柱，虽然保中，不过因为按照球例重复触球，所以入球系会被判无效噶。佳联元朗之后换入早年奴加强功力，佢一落场就揾到机会啦。61分钟嘅射门，第一脚俾何瑞挡出之后再射，终于搞掂啦，帮球队拉开到比数3-1啦。跟住落嚟就系新坦拿嘅表演啦噃，66分钟接应黎厚熙嘅左路角球咧，一顶啊紧紧中尾。不过唔紧要啊，呢球唔入下球都有机会嘅。1分钟之后啦，佢就把握门将何瑞挡出唔远，保中得手，将比数改写成4-1。之后新坦拿都继续嚟啦，再次接应黎厚熙嘅左路角球，门前跳顶，个人梅开二度之余，帮元朗领先到5-1啦。既然都梅开二度啦，不妨带埋帽添啊！4分钟之后又系佢啊，门前飞进一督，完成帽子戏法，去到6-1嘅比数。和富大埔喺大幅落后之后，仲有机会咧追到更接近嘅比数噶。81分钟，终于由许家乐接应方俊业嘅传送咧，起脚得手啊，追到去2-6。帮球队吹翻球嘅许家乐再接应杨志斌嘅传送，禁区里面一控一射，可惜仲未弹出，差啲运气啊！大埔最后仲有陈文辉嘅远距离粒射入网啊，追到3-6添啊！不过可惜尾段嘅两个入波都唔可以帮到大埔扭转败局，佳联元朗最中意6-3击败和富大埔，暂时升上精英杯 B 组嘅榜首。星期日在旺角大球场上演精英杯 B 组赛事，由富力 RNF 大战愉悦。2019年嚟到最后一个周末，呢日旺角场都有352人冒雨入场睇波噶。海波1分钟，愉悦就几乎有得领先啦。队长摩域治接应传中透脆顶，俾卢斯安奴撞入，可惜旁证示意呢球越位在先，宣布入球无效。受制于愉悦密集式嘅防守，富力上半场都唔系咁多射门机会噶。26分钟，袁振声喺禁区顶接应林显廷嘅传球啊，一控之后就起脚啦，可惜偏离目标。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，踢成0-0。下半场两队继续要踢雨战嘅。52分钟先有富力嘅方柏伦把对手后防失误泽伟起脚，俾愉悦门将钟伟豪飞身打出界外啊！3分钟之后就有远嘅反击啦，潘佩轩直线趟穿对方防线，禁区顶接应嘅艾道古斯摆正右脚转身射远柱，可惜角度太准，柱边出界啊！去到63分钟啦，富力后场大脚斩前，李安高快速跑入禁区接应，扎位推顺之后即刻起脚嘅，不过被钟伟豪封位挡出。富力 RNF 之后有白鹤开出的罚球，艾马神呢下头槌咧就撑紧啲力度啦，过唔到钟伟豪。83分钟先落场嘅迪布利一落场就即刻有几次攻门啦，包括呢一次接应林志坚嘅传波之后，带队禁区顶左脚劲射，
同埋保时阶段啊，呢一球喺禁区外边劲抽高出啊，不过都系未能命中目标噶。富力几次攻门把握唔到，两分钟之后就有远嘅黄金机会啦。左路开短角球之后斩入禁区，尾处嘅叶卓文顶横中柱，卢斯安奴冲前撞入啊！如愿凭住呢个入波1-0小胜富力 RNF， 全取三分升上小组第三位。众人受香港超级联赛周一晚在旺角大球场上演2019年最后一场赛事啊，由杰志主场摆下擂台阵迎战香港飞马。马夏军人文迪斯、查理士离队，今场只是派出佐佐木舟和大卫拉菲尔等上阵。佢哋一开波就系咁攻啦，六分钟先有米高加斯洛接应右路角球施顶，不过就唔能够转发为入球。至于主队方面，上场比赛要数到月初的精英杯，当时击败今场的同一对手，咁耐冇比赛当然希望赢波啦。12分钟他哋有陈俊一禁区外接面费兰道传送劲射，可惜就不中目标啊。蓝鸟之后继续主导形势嘅，洛迪古斯两分钟之后接面费兰道传中一射，被门将梁兴杰没收。16分钟高盈至左路角球开入禁区，黄杨冲前一顶，同样过不到梁兴杰。冇考验唔到09嘅，仲有落九呢下倒挂射门，09企定接实，搞到落九都好头痕啊！莫洛迪古斯32分钟又有机会，接应高盈至传送禁区入面施射，都系唔能够帮主队打开纪录。莫上半场尾段再有费兰道把握门前混乱试试脚头啦，但系始终都唔能够攻破飞马嘅大门。换边之后，主队继续施压，终于成功喺49分钟打破缺口。扫晒右路接应费兰道传送，长驱直进，俾到门前的高盈智一射搞掂。入球功臣高盈智攻波可没就梗系噶啦，不过扫晒同费兰道的传送都非常精彩啊，合力帮杰智领先1-0。飞马呢边58分钟由大卫拉菲尔罚球直射过咗人墙噶，咁但就威胁唔到门将王振鹏。落后的飞马之后换入雷文迪，而这个调动都很快见效。68分钟又是大卫拉菲尔，他扭过对手交给米高加斯洛传中，由陈柏恒门前射成1-1帮球队追平。主队只有全力进攻，攻入第一球的高盈哲69分钟禁区顶起脚，可惜仲未弹出，差点先可以梅开二度。战至76分钟，苏沙有路以一敌二，半传半射咁起脚，射个世界波粒过梁兴杰入网，蓝鸟再次领先到2-1。咁飞马纵然尾段咧，有后备入替嘅陈少琪左路起脚，同保时阶段接应大卫拉菲尔罚球嘅近射，咁可惜一下就过唔到王振鹏，一下就射出，唔能够扭转败局，最终杰志以2-1击败对手，全取三分。But I see the keeper in front a little bit, but I can try to close, but the ball, I lucky the ball coming to the goal. I'm very happy. I'm happy also to pass to Achil score. I'm very happy everyone here, everybody play hard, and everyone here 100%, and I'm very happy to score and help the Kichi to get 3 points. Yes, Nico, my good friend, and before in Salto I play with him. He's a good guy. He have experience also, and he welcome to Kichi and help Kichi in the league. And I'm happy, everyone happy also. He come to help also Kichi.中人受香港超级联赛元旦日在旺角大球场上演地区打比，有冠中南区主场迎战和富大埔。赛前两军借相差三分，在上半场各不相让，一开波就是这样攻。主队四分钟先有许云峰左路短传，被刘浩林起脚，只是出界啫。三分钟之后客军就有回应，中专又入门前接应金文基传送，插水式球取攻门，可惜就冇咩运，只是中尾。主队十分钟再有机会，刘家铭右路接应陈少君长传，身后一控在传中，但系喺冇队友接应嘅情况下，只系喺门前掠过。许云峰24分钟接应迪亚高斜传，左路入禁区射嘅呢脚喺迪卫灵下高出。
六战士之后有金文基中路送入禁区，再次找到队友中村悠仁，可惜中村悠仁踩个波车，同时断送大好机会。中村悠仁41分钟选择传入禁区，俾陈文辉发挥啦，送埋入网噶啦，可惜越位在先，被判无效。随住到补时阶段，接应陆志豪左路罚球跳顶高出，两军半场互加白卷。换边之后，武奈南区就打破僵局，陈少君50分钟接应迪卡奥传送，门前飞顶仲未弹出，伏兵门前嘅查韦斯第一时间冲前飞顶，顶成1-0。不过8分钟后，定亚高因伤退下火线，主队换入列文加强防守。64分钟由刘家明由路角球开到埋嚟，川内浩太跳顶只系射出，唔能够改写比数。佢哋一直努力，去到79分钟再有进账，大埔门将何瑞接应到回传，想传翻出去嘅时候，个波竟然散中查韦斯弹翻入网，何瑞都只系能够眼白白望住个波入网啊！主队领先到2-0。落后两球嘅和富大埔战至补时阶段，终于破蛋啦！砌完秋有路传中，中村悠仁接应卢高头随意传飞顶入网，追至较近嘅比数，可惜最终都系无咗冠中南区以2-1赢波，全取3分。赛后查韦斯自己都话第二球带点幸运成分啊。Definitely lucky. I just went to put pressure on the goalkeeper, and then I saw he took a little bit too long, so tried to jump and charge it down, and then got lucky that it went over his head and over the line.So yeah, very lucky. I think we're going to have a better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than the first half. We let a few points slip that we shouldn't hav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ason that we weren't happy with. So we're just happy to get a win in the new year, and we hopefully can win these next 3 games in January and have a good platform. 先嚟睇睇精英杯 B 组积分榜，佳联元朗赢波之后全取3分，以8分占据榜首位置。冠中南区排喺第2位，愉园有6分排第3，富力 INF 就抢到4分。和富大埔就处于榜尾嘅位置。至于联赛榜方面，冠中南区2020年第一战拎到3分，升到上第3位。同样喺第9周赛事赢波嘅杰志就以13分紧随其后。和富大埔排第6，而香港飞马就有6分排第7位。各位看本地波球迷想重温赛事同访问，可以嚟到呢度，记住 download 埋东网 app 踢直播。如果在直播期间同我哋嘅评述互动讲波经，咁就要去到我撑本地波 Facebook 专页度留言啦。呢个今集时间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